这什么？哦，这我们超烂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。那我们今天的话，我们就来挑战一下这个腹部加腿部的、哦。然后我们一样就从夜路开始打下去啦。那这个的话，因为是腹部加腿部的，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动作。那我们手臂目前是真的已经受不了了，所以我们就来玩一下腹部的啊、哦。好、哦，腹部的话就是靠腹部来，是不是？然后要压住，哇，这应该也是很累。这怎么玩？哦，然后放开是不是？哦，了解。哇，这其实真的超酸的。OK。蹲下，哇靠，好。哇，这很累，这真的很累。哇。这个累耶，不过基本上他如果都是挤压的话，那当然还好啦。但是我的手臂其实也是很累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我们超烂的。哎、欸，这个很累耶，我的天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好，加油，我们加油，我们努力了。来来看一下，这个超高级应该也是很可怕的那种吧？我觉得。啊，来。预备，开始！啊！休息一下。哦！啊！啊！哎，我觉得这个我做一首歌我就爆了、欸。你就爆了，我觉得，哇，我这比手臂的还要累哎，我的天哪！而且这个手臂也在用力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完了，啊，好累哦，好累哦，啊，完了。完了，啊！哎、欸，我后悔了，我后悔了，我还是继续玩手臂的好了。哦，好酸啊！啊！啊，各位！哎呀，哎呀！哦，救命啊，超酸的、欸！该先来玩步步的，我后悔了，手臂好酸。哇，还有啊！哇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我真的不行了，我真的不行了，我这个，我以为。我以为步步就用不到手部，但是没想到原来我们还是要一直推压，所以你还是会用到手臂的。我们还是把它用回我们的手臂吧，好不好？我后悔了啊！哎、欸，这个也不能一天玩太多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我手已经抬不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的手臂已经快抬不起来了，好辛苦哦哦，尤其是还好一堆要压的，好痛苦哦。你要玩手臂，至少知道推跟拉一下就好了。但是那个腹部的，你整个都要那个哎、欸，完了完了完了，那个之后大概只能一天录一集了，没办法再继续更难了。哦，已经没力压这些东西跟拉这种东西了。啊，太辛苦了吧，我的天！大家不要以为这节奏有些根本就没有练到什么东西哦，我现在全身真是超级无敌酸痛的那一种哦，不要小看哦，真的很神哎，哇！如果这个跟一般那种很快速的节奏游戏玩在一起的话，我手臂大概就废了。啊！
我已经累到没办法讲话，你们知道吗？手臂超酸的耶，啊！我们前几天一直都在练那个腿部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整个手臂烂掉了，看接下来的话只能练腿部了。我连拉的力气都没有了，我的天，好恐怖哦！怎么会这么恐怖啊？这款游戏啊！好痛苦哦！啊，有 S 还行啊，哇！我们看，我们今天大概就把这手玩一玩就好了。我觉得我们就该让手臂休息一下了。而且那个腹部真的是直接让我一整个那个、欸、手臂疲惫大提升呢、欸，因为你一直压，一直压，一直压，你这边其实有时候还是会动到一点点力，因为你要撑住你的腹部，超辛苦。来。我在想说，他之后会不会还加一些其他姿势？那应该蛮嗨的。这终极就变比较快一点点了。啊！拉，拉，哇！好，最后了，最后了，各位，我们的超高级要来了啊！这首歌真的很好听，但是我好累，我的手臂快断掉了，各位。那个我们应该会增加蛮多手臂肌肉的哦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我真的是超酸的，来，超高级难度，走起！不怕不怕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们最后也要。看一下能不能达成完美的连击，超高级应该是没办法达成完美的连击啊，就尽量拿到 C 加以上的分数就好了。哎呦，哇！哇，那边有点慢速，有感觉。啊！
好难啊！哇，居然还有最后一下！啊，哇，最后那个冲没有压到。哦，不过我的手臂真的要不行了，各位，我不是在开玩笑啊，我应该要休息个一阵子了，让手臂休息一阵子。啊，这个好累哦，我觉得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应该可以从冒险模式开始了，因为这个真的世界累。原本想说可以每天都玩的，但是我后悔了，居然还有极高级哦，哎、欸，他们还有极高级耶，哦，在这关的话有极高级耶，我们来看看一下极高级是怎么样好了，我应该会爆开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居然还有极高级的难度，这是怎样？夜路走锅了，你就会碰到极高级。看今天极高级会怎样？哇！哇，太难了吧！我不行了！哦，好难哦！你不会是极高级耶？完了，各位，这我没办法。不会扣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太难了，手没力了。啊！啊哈哈！这到底在干嘛啦？啊！不行了，这不行了，这个极高级，我看我们等我们手部复原之后再说好了。哎、欸，有点困难呢、欸。哇，好恐怖哦！所以从我们夜路开始这边的话，就会有我们这个极高级的难度了。那大家挑战到哪里了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哲平，好不好？如果你真的能挑战极高级的话呢，也欢迎留言让哲平知道，我想要拜你们为师一下啊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应该会再回去玩一下我们冒险模式，因为最近光玩这个的话，我们手臂真的是快要断掉了。所以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应该要去玩一下冒险模式，换一下其他部位的运动了。就这么一回事啦，大家拜拜。